有球这样运动，一旦讲是赛的特色，嘛是赛的骄傲，真侪国手拢是赛的主题。因此，赛的电体育会配合体育署推动打造运动岛，嘛特别选定有球来推行。今日这场社区有球联赛，个人请了大大小小总共将近100支球队前来参加。以我们西六镇体委来讲，符合教育部体育署的一个规定，我们将近100队的这个队数，在14组里面哦，各组加起来是将近有100队了哈，所以报名也很踊跃。除了正式比赛以外，冇趣味型的竞赛，赛里电体会希望透过运动推行，和人人拢运动，人人拢健康。我们特别增加了很多的亲子的一个比赛，包括我们60岁以下的亲子比赛，然后60岁到90岁到80岁的一个亲子比赛，然后100岁以上的亲子比赛。我想我们西六镇体育会利用这个活动，除了让各位能够达到运动的一个目的以外，也利用这个比赛能够达到亲子的一个目的。季节烟冰球赞。另外，设立定高级标准，设立在组会和卫生所，嘛利用假日举办趣味的健康体检和保健宣导，希望有吃槟榔粉还是饮酒的民众爱保守自己的身体。口腔癌这物件，你若去治疗，当然要提早去治疗提早这嘛是让提早来预防，不然一个人生病了哈，一家子都会把经济带入到一个。抽烟啦，吼，迄个阶段，这大家拢知影，吼。十大死因的统计，吼，我们的癌症，吼，就是站在十大死因的首位了，吼，尤其是国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形态，尤其是在抽烟喝酒这部分。那我们也聘请我们辖区的牙医师张医师来为我们。抽烟嚼槟榔的这样个案来做一个口腔黏膜的检查，希望我们的民众踊跃的来参加。设立体育会、卫生所和社组会这单位用心，无论是推行运动还是免费的健康体检，都是希望所有民众身体勇健，无白听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